哎，上次你说的事情，我想好了。怎么样？你去联系钉子，他会帮你找到合适的人选。你不接受？为什么？如果你对条件不满意的话，各方面都好谈。不是因为这个。那是为什么？我不想重复以前的生活，也不想去大公司。 目前我已经有了最想做的事情，必须要全力以赴。观众进场前，感谢所有的观众。行，那我多谢几个人。嗯，可以的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是我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排练了。找我什么事儿？确实有点事儿。这样，要不咱们坐下来说。 我今天来确实有点冒昧。我弟弟汉阳，听说要在你的音乐会上演出，对吧？嗯，他表现力不错。对，他特别有才。我是想说，我能不能参加演出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是说。 在你的音乐会上，我能不能表演？你也会弹钢琴吗？说实话，就小时候练过一点，但早就忘了，还给老师。我知道这个确实挺难的，但是我现在没有工作，正好我有很多的时间，我可以去练。但这件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速成的。虽然我这次音乐会也请了一些非职业的搞音乐的人。 但是还是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。我理解，所以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一定要这么做。实话跟你说，是为了小希。小希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事儿。小希，当年也是因为我放弃了钢琴。 我知道这事儿，自从那以后，他就再也没有碰过钢琴了。是，所以我想为他做一些事儿。我希望能找回他的自信，能完成他以前的一个愿望。还有，我也想我们能重新开始。这次音乐会的主题是爱，其实是小希本人想出来的。所以我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。 20天，我只能给你20天的时间。行。这怎么看起来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？我知道。这件事情真的看起来很疯狂，但是我愿意做这件事。到时候能不能上台，我不能保证。你好好练习。 谢谢啊，你怎么会突然回家啊？我来给我爸送香木杆好的乐谱啊。啊，我爸呢？爸！哎，爸爸！哎哎哎哎哎哎！哎呀，这孩子这送谱子也不提前打个招呼。嗯，嗯，一个是您的，一个是汉阳的。好，好。哎，那个中午在家吃饭吗？ 哎呀，你说你这人，来的那么突然，我们都没准备，可能没你饭。哎，这么一说吧，我还真有点饿了。那有什么就吃点什么吧。你先饿，哎，那去吃。哎哎哎哎！小希，哎呀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捡东西。
捡什么东西要往灯上装呀、啊？这琴底下掉不是地方，够不着。我刚才在楼下就看到你的车了，今天又不是汉阳学琴的日子，你来干嘛呀？那个是啊，小西啊，他是我让他来的。你让他来给你捡东西、啊？不是捡东西，是。不是，是你爸让他过来拿他弟弟的教材。对，他急着需要教材，那个练习不准备音乐会吗？他在学校没教材，你怎么练啊？教材呢？哦，我录下来了。哦，那给我看看。我找找。哎，这藏哪儿去了？不是刚拍完吗？是打乱了。你的手机照片还能打乱呢？你们是不是当我傻呀？合起伙来骗我？没有，这谁卡呀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我们干嘛要合起来骗你呢？别多想，没事啊，没有的事儿。行，那个汉阳的乐谱，你顺便给他拿回去吧。啊，对，这汉阳的曲子，给他带去。是，汉阳的教材。反正这个我都录完了，我先给送回去。哎，不吃饭了啊？不吃饭不够吗？还那个，我们正好是三个人，正好你来了就不够了啊。他在这儿就够，我在这儿就不够了。你这取个教材还能蹭顿饭，你待遇不错呀。顺便吧。哎，陈九啊，要不你先回去。对，我还赶时间啊。我好，一起走。你我送吧，一起走。我包呢？在沙发上呢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跟着玩曲线救国呢？还找这俩当盟军？我没有。你不用装一点无辜啊！你有这时间，你去找工作去。你没事跑我们家来干嘛？我不是想休假一段时间。不思进取了？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。我想过一段时间吧，自己开家公司。你说以前都是开别人，让别人没工作，所以呢，想开一个猎头公司，帮助别人找工作。良心发现了，你是不是得夸夸我？你是该自己给自己记账的。我一直都很，你只是没发现。你要发现我的好，你刚刚听到这个，是我专门为咱们的主题定制的一首新的曲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好，但是有点简单了，不像你以往的水平。本来就是给那些非专业的嘉宾演奏的，难度不大。这首曲子的手稿给你了。干嘛要给我？我本来就是希望你来演奏的。放心了，我也不勉强你，全当是个礼物。这是明天的发布会流程，你看一下，有问题你再跟我说。明天就要发布会了，你早点休息，别太晚了。你也一样。谢谢。
去学钢琴占我的时间，我也要演出啊！哎呀，这样，你教我一下。如果我要学会了，我就什么？给你换一台新的 Xbox， 再加一个 PS4， 成交。那你好，你谈吧。来来来，教我。这个手放这儿。这样。对，他音调在这儿呢，从这儿改。你是要弹这是吗？对啊。准备怎么样了？时间快到了。就要开始了，你可不能掉链子。今天是我跟干脆的结婚纪念日。今天？七年前的今天，我们办的婚礼。以往都是珍妮来提醒我，让我买好东西，让我送给她就行了。我也是昨天看流程，才想起这件事儿。我们现在关系虽然已经这样了，但我还是想送他一样东西。可是昨晚想了一宿，我竟不知要送他些什么。先别想这些了，打起精神来，好好工作。你放心吧，关键时刻我不会掉链子。你们可以这边看一看，也可以进去。好，好，这里签的到，签这里。对，您好，来，大家请。你好，请在这边帮我们签下到。在这吗？里面请，可以随便看看。哎，小西姐，还顺利吗？挺好的，邀请的媒体都来了。哎，咱们是不是该进去了？你好，这边请。稍等一下啊。哦，签错了，请这就行。里面请。谢谢。喂，你帮我个忙吧，马上。这跟开始的宣传有点不一样啊，一个有名的嘉宾都没有。好像是中间有些变故，差点不搞了。你没看发布会都推迟延期了吗？江郎才尽，有点告别演出的意思。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墙头草。今天日子特殊啊。对我没什么意义啊。我说的是发布会，你说的是什么？坏人。可是你还是来了。那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你问他。
谢谢你帮忙。嗨，应该的。还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就随时吩咐。还真有事儿，一会儿啊要麻烦你，把那个即将要变成伟大的母亲的人送过去。放心，我在这随时候着。你的请柬回头让汉阳带给你了。啊？你要是没空，就算了。不是，我当然有时间了，我肯定去。想给我个惊喜，你别多想，是他们强迫我来的。我跟小希说了，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。你以后只用记得我们的离婚纪念日就好了。我们不离婚了。为什么？就为了孩子吗？不仅仅是。那还因为什么？说不出来了。这首曲子你还记得吗？是我们刚相爱的时候我创作的。不要说那些没用的了。干脆，七年了，我们都变了。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这七年的时间。
有点紧张，少不听使唤。你也真是的，又不是你比赛，你紧张什么呀？不知道这么多年都不上台了。江教授，帅呀、啊！好了没有啊？我都快坐半个小时了。马上就好了，你不是让我给你打扮帅点吗？好，看看怎么样？啊？为什么画的这么黑呀、啊？现在流行烟熏妆，来，准备怎么样啦？帅不帅？太帅了吧！是不是？请进，请进。我帅不帅呀？太帅了。你知道吗 ？Lucy 来了，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好好表现。来，你给你哥请柬了没有？你没有看见他吗？没有啊。哎，小溪，别惦记了啊，今儿他可能不来了。爱来不来？肖木，开门。还没来看，没人。谁在里面啊？干嘛不让我进去啊？没有人，演出快开始了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哦，那我不打扰你了。哎哎，干脆来了吧。还没来呢。他会来的吧？肯定会来的，放心吧啊。雪在里面啊！我要静一静。今天艾迪是第三个出场的，到时候大家要使劲鼓掌。好，知道了。爸爸的演出开始了。下面这位演奏者是我的恩师姜思年教授，有请。可以说没有老师的精心栽培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所以借此，我要感谢我的恩师。老师，我爱你。
我能有肖木这么优秀的学生感到无比的欣慰。我想说，音乐是没有止境的，希望你继续努力，因为你是为音乐而生的。我今天这首曲子献给我的妻子，感谢她跟我一路相伴，谢谢。接下来的这位演奏者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，他也是姜老师的学生，是我的师弟，他的名字叫沈汉阳。他是我们最年轻的一代，是未来的音乐家。杨老，你真棒呀！啊，更棒的还在后面呢。今天音乐会的主题是关于爱。刚才我的老师也说过，人生是高低起伏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变化，但唯有爱是不变的。
下面我要演奏的这首曲子，是我前几天刚刚创作的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充满激情地去创作一首曲子了。它的灵感就来源于我还没有出世的孩子，是他重新唤醒了我。所以在这里，我要感谢我的爱人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你也听到了吗？是爸爸弹的琴。在下一轮演出开始之前，我想请上一位特别的嘉宾，他并非是专业人士，也没有音乐的基础。当他提出说想要到音乐会上来演奏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是他做到了。我相信这应该就是爱的力量吧。让我们有请陈炯先生。什么情况啊？